点吗？谁说让我第一个玩啊？你凭啥让我第一个玩啊？把你这点缺陷全给暴露了，你把我们队的气势全输没了。老秦，来，老秦，你呀、啊，你来嘛？那你就必须对我呀！来来来，我觉得你俩好，你俩世纪之战，真的。哎呀，你什么过程？拿出来嘛，拿出来玩嘛。从装弹开始呗，装弹加拉那个上膛。请把双手放在周岩。哎呀，从上子弹开始，越玩越大了。白色，请认字。哎，下来。我其实带了那么点小情绪在里面，确实是有那么一点。请两位继续准备。老秦，不要带情绪，冷静。黄色。哎。你太侮辱人了，你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哎，还这样，还在那等。白鹿带情绪了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红色。红。右边。我今天可以输给任何人，就是不可以输给秦少。告诉我有没有水今天？你俩早说呀！你俩最后上换飞刀，就不用这个你俩飞刀。咱一把没赢呢。一把没赢啊！你上吧，你赢一把。我上吗？你赢一把，赢一把。来，我来。你要加油 ，BB 姐很厉害的。不行，菲菲姐眼睛太大了，她看她太强了，你当娱乐吧，宝贝。Baby， 咱们组得翻盘了啊，对吧？第一枪，请准备。紧张吗？就这么紧张吗？天津噔噔，像东陵。哎，不能唱歌，这两个人可以抓走了。嗨，还没开始呢。还没亮，等等，我们头两把是白玩了吗？白色，确实有点紧张，真的紧张。而且戴上这个眼镜，那个光一变，我看不清这个颜色了，是吧？眼镜的问题。不要再找我了，小飞。透明眼镜跟那有什么关系？你。就跟眼镜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二枪，请准备。紫。没事，我叫你黑早就醒了。哦，这个颜色是紫色是吧？你看，你到现在都还没分清。你都第三局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他好不容易亮一回，我要看一下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绿。哇！糟糕！原来玩这游戏眼睛大，好像有点优势。菲菲姐真的很快呀，打得真的很快。我要求能不能派一个厉害一点的跟我玩？哎呦，完了。